人很多呢。那是因为铁花村快结束了吗？才来的吗？你之前来的说，你就是应该这样，我们的才不会结束。你真的是很慢呢，你们怎么办啊？你家美国的都来了，你还怕远呢？哪里的？哪里？那么近？现在这个交通很便利哈，是我讲的啦，不要理我。其实我最近很担心我的喉咙，因为有时候吃药有没有，真的吃药要小心，不是有那种铝箔的那个没有，然后你就睡眼惺忪，吃，咦，怎么有片东西在那边？就只割我的喉咙了，怎么办？纪晓君，不要唱歌好了。生气我自己很久呢，大概有两个礼拜。我怎么样吞饭呢？我怎么样？怎样？他都还在那边。然后想说，他进去会不会割我的胃？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想，我就紧张，知道吗？我就觉得说，我是不是要寿终正寝？就害怕死掉了，我没有想死掉，所以吃药的时候要小心啊。然后又太忙，知道吗？很忙。大家都知道我是老板娘是吧？鸡脚君，哎，我们今天有带，但是不够分，我们有只是哦。如果我们真的想吃的话，一月一号在那个大八六九泰安村我有摆摊呢。哦，对，我这样子广告可以吗？哦，我告诉你，现场还有烧酒鸡，真是超好吃的。哪里有？泰安村，但是那边没有地址，就是那个祭典的时候我会摆哦，对不对？我白天都在哦，就一天而已哦，没有了哦。好了，哇，我太开心了，可是我又蛮难过的，因为我们的娘家即将要结束了，也谢谢你们能够在结束以前来到我们的铁花村。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就是误会了。其实铁花村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这里，这个才叫做铁花村。外围的不是铁花村哦，它是铁花村的外围哦。哎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铁花村呐、啊，铁花村是这里。哎，最具影响力，它本来就是最具影响力的。然后来，我来唱歌的时候，咦，为什么旁边有表演哦？自己在那边表演跟吹笛子呢？你不要我在那边唱歌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打到我的唱歌的那个哦，没有礼貌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他要结束了，我怎么说？哈哈，好吧。来，确认。Thank you.
你知道我有大头鞋，我拿它穿高跟鞋，我觉得我现在穿高跟鞋没有办法唱歌呢，没关系哈，对。他其实拖鞋也可以。他其实平常都是穿雨鞋而已呢。我没有。那他穿雨鞋去警官里吗？看到。